香港地生活咁繁忙，碟頭飯大家都會陌生噶啦。點樣先至為一碟好嘅碟頭飯呢？當然是要夠黑啦，係嘛？神廚館咧呢兩個飯咧，我間唔中咧都會翻轉頭咧食嘅，因為點解？原因就真係好有黑。呢、這個墨魚餅咧大大塊咧，其實入邊咧全部都係墨魚粒同埋紅蘿蔔粒，一啖噬落去咧，個感覺好似食緊一張用墨魚做出嚟嘅床褥咁樣啊！好彈牙，上面再加一頂帽，我最中意嘅太陽蛋，再擠少少豉油落去。唔使多講噶啦，淨係睇畫面你知道好食啦。咁啊，每一日咧呢度咧都賣過百個墨魚餅嘅，咁所以咧個大廚咧隻手啊真係手骨起先啊，因為搭呢個墨魚餅咧用好多力水啊。咁啊，另外呢一個咧美極牛扒飯，咁啊牛扒其實就需要多講啊，都係牛肉嚟嘅啫。但係咧呢個用咗好多蒜蓉同埋啲姜葱去做嘅汁咧，先至係最正。正嘅程度係厭食症都應該會開得翻口。其實咧，美極咧真係我好中意一個味道，但太多咧就會苦喎。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，即係煲粥啊，撒兩滴啊，或者而家食焗豬扒飯啊，啲白汁焗嘅飯咧，我都要撒幾滴美極。呢個飯咧，如果美極第二好出本食到嘅話咧，呢一個餸一定係三甲之內。所以我幾時都話睇住 Face 雜誌，黐住我 Michael， 幾時都好介紹啦，係咪？